我用不习惯，打发他们回家了。再说，这些活我都可以自己干的。你是我的太太，就是金枝玉叶。你看这院子里，哪个太太没有佣人？就我的太太没有，不让人笑话。你呀，哎，我让你买的东西呢。哎呦，太太的吩咐我怎敢不从啊？买了，明天火气送过来。买多少东西啊，还让人送？ 不是多少，是顾不上了。我总不能拿着东西去饭店吧？你去饭店干什么呀？订婚宴呢。我都订好了，宴席堂八桌。啊，八桌？弄那么大排场干什么呀？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我不想那么张扬。你看你，老觉得自己是个戏子，怕别人瞧不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就因为你是个戏子，所以我才摆这么大排场。别管了。 啊，一切我来安排。我清白唱戏，靠唱戏赚钱，我没觉得丢人，我只是不想那么张扬。行了，人这一辈子能结几回婚呢？你却让我摆一次排场，行不行？你呀，家驹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子健这孩子是不懂事儿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弟弟。等咱们结了婚以后。 你主动跟他搞好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什么？行，搞好关系。但我得见着他呀，他不来我见不着他，我也没办法。<笑>这个不用担心，他总不至于我嫁给一个他不喜欢的人，就不要我这个姐姐了吧？还有我家那边的人，咱们结婚都得给他们下喜帖。要是到时候他们不来，你别在意。 那是因为子健不在意，人家不喜欢我，我也犯不着巴结人。再说，我要的是你，只要你跟我就行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我刚来你就赶我走啊？还有3天咱俩就结婚了，今天我不走。 不行，外边那么多女人都盯着我呢，我可不想让人家说什么闲话。还有3天，那就再等3天吧。哎呦，3天，停！总觉着我上辈子好像欠你点什么。走了。哎。 岳父大人，息怒！岳父大人，息怒！哎呀，你到现在这个时候了啊，来求你岳父大人了。息怒！你跟这个婊子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你的岳父大人在哪里啊？息怒！岳父大人在哪里啊？全是小旭的错。还有你，你这个婊子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下贱的戏子啊，你还敢勾引我家的姑爷？
啊，你觉得你还不够下贱是不是？你还不够下贱是不是？来人呐，给我把他卖到窑子里去！哎，别！岳父大人息怒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瞒着他呢。息怒！哎呦，我最讨厌你们这些下流的戏子啊！凭着一张好脸蛋啊，你就可以到处勾引男人啊！你以为现在民国了就是你们这些戏子的天下了？我告诉你。 从今儿开始，我要看见你跟我姑爷在一起，我就把你送到窑子里去。你不就是想勾引男人吗？那窑子里的男人多得很呐！啊，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不行啊，老子就当第一个。新平，哎。